今天所作所为，都是对自己下狠手的，对自己的缺点下狠手，对自己的思想，对自己的心，我们要下狠手，把它改正过来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恶习放纵。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一定会管控自己的思想，调和自己的心态，约束自己的行为。那你在这个天地之间，你能立足？就像我告诉大家一样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就没喝过酒，光这一点是几十年如一日。有几个人能赶上我呢？我应酬比一般人都多呀，什么场所都去呢，因为公司有业务安排。我和我们客户之间，他喝再贵的酒，我也可以给他买，但是我坚决是不会喝的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我一直非常自豪地给他们讲，我说这叫什么呀？我可以和你同流，但是我坚决和你不合污，就是这样。你吃什么样贵的菜，我也给你买。可是我就是素食主义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连自己吃素都不敢说呀，还怕别人给贴个什么宗教的这种商标。觉得自己比较怪异，我没有改变过，因为你的身份来改变我的饮食，改变我的这种行为，没有。我一直相信，我们的坚持一定会得到别人的支持。这就是我的毅力呀。我有时候在想呢，别人要碰到这么高端一个领导，那不豁出命来给喝啊。我觉得酒是人家的，命是我的，没意义，什么意义都没有。这就是原则，就因为我的原则，反而交了一大帮朋友，对我印象最深。包括和我们老板去谈个生意一样，人家没记住我，老板记住我了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说你那个副总比较特别，不吃肉，不喝酒，还吃素又不吸烟的，你看。这还成了我的商标了，他记得最清晰，还时不时的给我关心关心。哎呀，这个素菜，哎呀，那个也是素菜。我还没说话呢，给人家饭店的就说了，哎呀，不能要肉啊，不能要这，不能要那，说一大堆。你看，这就是原则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守得住？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我们要明白，这种原则性不会因为环境转变而转变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身份不同而转变。我们要守住底线呀！我们这样才能活一个明明白白的自己呀！不会随波逐流，更不会同流合污。你肯定要坚持啊！这就是我们自己如何去选择了。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社会，甚至各种新闻出来，我比大家都知道的早，第一时间就看到了。我看他的这个新闻，以恶作善的，我不会受负能量所影响。更不会看他的所谓的缺点，所有阴暗面我都能找到他正面的东西出来，提醒我自己。那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的所有行为，你能控制住吗？你像我一样参加很多活动，酒不用自己买啊。到现在还动不动有朋友给我送酒呢，都各地的特产呢，都放着让我岳父喝了。你也不能拒绝人家好意，但是我给人家声明我真不喝，他老认为我是骗人呢，哪能不喝呀？我给你拿来吧。
我一想啊，拿了也好，正好与符合。要不我在这些过程中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拒绝人要彻底，不能犹豫，始终如一。你看，很多人吃素坚持不下去，为什么呀？今天在这个桌子上他吃素了，明天在那个桌子上他吃肉了，还惹得别人说你干啥呢？我请你吃肉你不吃，人家请你吃你就吃啊，自损自己啊。喝酒也是，一看大老板赶快喝吧，跟我要谈生意呢；一看大领导呀，这么大个领导，那我就喝一杯吧。你看，没底线了，太不应该了。我从来没这么做过。我们不要自欺欺人，这是个原则，也是个底线。我们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了原则性，就出问题了。啊，说不上来，你拒绝了9次，第10次没拒绝，我告诉你，就那第10次啊，把你就拖下水了。我们看很多贪官污吏，开始都知道，哎呀，我不能受贿，不要。坚持第9次、第10次，一想呀，别人也收呢，反正别人又不知道，那我就收了吧。完了，收上就那1次被抓了，双规了。你看冤屈不冤屈啊？是不是？这就是原则性。这种原则，在任何时间要保持。选择在我们自己手里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那这一块都是告诉我们如何要求自己。今天你的命不好了，运不好了，是我们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，不是哪个神定的，也不是八字定的，更不是祖坟住宅定的，是我们自己定的。命运规划、人生规划，大权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我们今天都在外求，找大师，找活佛，被骗得稀里糊涂的，花一大堆钱也不起作用。甚至啊，我遇到很多人说句呀，去庙里求呢，去名山求呢，还没上山呢，包里钱完了，卡里钱都刷完了，还没起作用，说着上当受骗，我说你活该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以小博大呢？我这捐个几千，你看我这一求，不知道发多少财呢，哪有那个好事呀？要有那个好事，是不是骗子在庙里长期住呢？他先求一求，还不落个骗子名呢？我们傻子啊，遇到一个骗子啊，两个人合一块演成了一出戏，人家是真骗，我们是真傻呀，这个就有毛病了。我们傻的还冒气。我们有时候在想，同样是个人，他怎么那么傻呢？是什么样的心态在作怪呢？我们自己要反问自己的。我遇了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可理喻啊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原则性不强。我走任何地方啊，再没有碰见什么大师。大师碰见我还没说两句呢，我给他怼两句，他也不说我了。他对我说呀，你是真大师啊。我说我首先不是大师。这就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，你是什么样的东西？你今天是花朵还是烂肉？烂肉招苍蝇啊，花朵招蜜蜂嘛，这就是非常实在的东西，没有花言巧语。我们要是真正明白了、懂得以后，我们就知道，原来我们人生，今天我们的人生，小时候交给父母、交给学校，长大了以后，我们还会交给什么？庙里头的佛、道观里头的神。交给某某大师，
那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，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啊，为什么不交给自己呢？我们今天所说的话，因为别人爱听所说，因为别人啊想骗我们，把我们卖了，我们还替人家数钱。我们完全都没有一个自我的观念和思维，没有一个自我的底线。我们在忙忙碌碌的几十年的人生中，没有提升一点我们自身的价值，没有增长一点我们的聪明才干和智慧，一事无成。我们今天给所有人做了什么呀？附庸，伪骗子，为一些利用我们的人，我们给他还摇旗呐喊，我们还视他为朋友。我们心里也知道，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呢，我们就是不喜欢听忠言逆耳，我们就喜欢听哎呀，天上能飞来一只天鹅，能掉下黄金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的毛病，原则性完全不强啊！我们要自己控制自己啊！历来是这样，你看我卖彩票的地方从来不去，股市从来不进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大家进股市都想挣钱呢，哪有傻子呀？是不是？我首先说不挣他股市的钱，我首先也不会因为他的涨跌而影响我的心情啊。有那个时间，我看书提升自己能力去了。啊，我觉得我这种观念吧，大家觉得是不是脱离社会了？我最后遇到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，都是大老板的，你说人家跟我说过什么话？说你的观念太正确了。我说怎么正确啊？说我们从来连股票都不碰，原始股都不碰。我才知道，我说你们是上市公司，你们为什么不碰？说我们从来不碰，我们高管也从来不碰，无非给你点股份，给点没股份拉倒，我们决定不炒股。哎呀，我才知道这叫精明人啊，不被他影响思想，不被他影响心态。我们那个时间我告诉你就成傀儡了。我遇到很多朋友，你知道一家人坐在那个地方，电视通网络的，就看那个股票红的什么绿的降高，然后一家人那个心就呜呜起来了，呜呜下来的，就这样一会儿受不了了，心脏病，赶快救心丸。我说你们干什么的呀？怎么自己干什么拿那么多钱？是不是？我人生幸福不是这么折磨自己的，半夜三更的赶快，哎呀涨了跌了，完全是个傀儡，没有丝毫乐趣。人生一天24小时，一辈子36500天，啊，按一分钟你呼吸，哎，50秒的话，我们算算，你100岁啊，呼吸多少万秒？我们就这么就浪费了，人生就这么就结束了，痛苦、含恨、死不瞑目的就这么就走了，太不划算了。我有时候在想，这难道就是我们的人生吗？我今天告诉大家，所有的方法都是要求你回归自己，把握现在，珍惜眼前的幸福，提升我们德行和人格魅力，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，不说害人，首先不被骗啊，把我们价值更好的给应用出去，这样才对。要不我说，去天堂去地狱自己选择。你看我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以后，大家想一想，什么叫天堂的生活呢？是不是拿着钱股票里面一放，一高一低，哇，那个可不是天堂地狱啊，那简直是要命啊，受不了了，就是不是？就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两个亿进去剩了2000万要跳楼了。我跳什么楼啊？2000万比我有钱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无非就赔了1.8亿嘛，你还有2000万呢嘛，是不是？那2000万在北京要卖2套房呢，还是高端社区呢？你没有理由去自杀呀，自杀什么呀？我不活了，你命比2亿值钱呀，你怎么不这么去想？他突然一想，哎呀，有道理啊，
不是你说吧，我就预备要自杀了，是不是？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谁是自己，认为钱是自己，名誉是自己，这个房子是自己，股市是自己，不懂得认清自己，所以人生非常可怕。